我们的话题要开始了。最后的一道题发散开来，你们会因为哪种原因或者哪个细节喜欢上一个人？常言琪，你来说。喜欢一个人的话，就还是要沟通吧。于我而言，交流的过程中你就会很舒适很舒服。我觉得任何的亲密关系一定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小时候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天天吵架，就是因为为什么你不理解我啊？为什么我不理解你，从来没有想过对方在想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能够相互理解可能是吸引我的第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小时候就会很喜欢那种跟我想法一模一样的人，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充满魅力的思考，所以有思考的人也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心动。说得很好。